干冰冷冻辣平糖全都冻出白毛了，你敢信吗？它是一根紫色辣棍，都冻白了，外面的这层辣已经冻裂掉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咬得动啊。哇，冻了之后感觉糯叽叽的，嗯，皮薄酱多的，你看蓝色小辣条，哇，嗯，一半被冻住了，一半还没被冻住耶。黄色辣球球，冻了之后有种脆皮冰淇淋的感觉，嚼到美味要把辣吐了，它不能咽的，嚼起来不会碎碎渣渣，都是整装整个的。你看，黑色小马。嗯，看这个是可乐味的呀，想吃辣平糖的可以点我这个链接看看啊、哦、超多款式和口味。哇，都冻拉丝了。粉色小马，它都冻成冰沙了。你们还想看我用干冰冻什么类型的辣平糖，记得评论告诉我。